间蓄势待发。那我其他车辆还没上动力呢，我们已经出去了啊，这就是实力的一个对比啊。那欢迎走进我们福建美丽长安 4S 店的直播间。那大家有想对我们车型更多了解呢，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风车，那么留资。那下播以后呢，会有专业人员免费给大家报价啊。那我们第二代 CS75 Plus 呢，一共是六个配置，两个排量，1.5T 的排量和 2.0T 的排量啊。那么 1.5T 高中低配， 2.0T 也是高中低配。那么 1.5 的基础款呢是在 12.49， 中配呢是在 12.99， 那么 1.5 的顶配呢是在 13.59W 啊。那我们 2.0 的低配呢是在 13.99， 中配呢是在14.79， 那我们2.0的顶配呢是在15.49。那我们现在首付呢只要2.9999W 啊，包上牌、包保险、包购置税，我们六款车型任选一款提回家。那有问想问有没有优惠的啊？那个海纳百川，大家好啊，欢迎走进我们福建美丽长安 4S 店的直播间。那我们想进行报价预算的，或者是问有没有优惠的预约试驾，你都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风车啊。那直播间的朋友，有同城的朋友呢，也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。那我们这款车型呢，全系搭载爱信 8AT 的一个变速箱，那540度的高清全景影像，那我们六个配置啊，那1.5的低配，1.5的低配中配，2.0的基础款呢，都是前后，各就是一共四个雷达啊，前后各四个摄像头，前有摄像头，后有摄像头，我们的外后视镜呢？前后左右各四个前后左右一共四个摄像头啊，前面有摄像头，后面有摄像头，那我们外后视镜左右两侧各一个摄像头，前摄年华。那大家好，大家可以参一下我们的福袋，点赞到10,000赞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发上福袋了啊，点赞到30,000赞的时候，主播会给大家上才艺表演啊，欢迎我帅熊。那个摄像头540度的高清全景影像，是不是？那它是可以看到我们车子上下左右，包括底盘的一些信息啊，而且是高清视频，非常清晰的展现在我们的前面的屏幕上，全系搭载540度的高清全景影像。麻雀你好。同时呢，我们全系搭载360行车记录仪啊。那我们360行车记录仪呢，它不仅可以循环录制我们前方、后方、左右四个方位的一个视频信息，它也可以对我们紧急视频进行一个紧急的一个录制。后排放倒看看，好的，月月你好，你是哪里的朋友？我们是福建美运长安 4S 店的朋友，大家想进行一个底价询问，问就是报价的，都可以点击屏幕下方风车，我们专业人员免费给你报价啊。今天糖糖心情好多了呢啊，今天心情不好吗？那个没事儿，一会儿给你疏解一下心情啊。欢迎走进我们福建美丽长安 4S 店直播间啊。那我们后备箱容量呢是在620升，那我们后排座椅呢可以180度纯平放倒。当我们后排座椅完全放倒的情况下啊，我们的容量达到1445升，深度呢相当于1.9米的一个深度啊。用三个字来概括一下，就是大平直。大平直，完全你是外出旅行游玩啊，完全可以当一个栖息的一个场所啊。家里有小孩子的呢，就是5岁以下啊，都是非常方便的。大家觉得我们后备箱容量非常 OK 的，咱屏幕666扣起来。那么给主播回应一下，这个是我们长安第二代 CS75 Plus 紧凑型 A 加级的 SUV。那我们车身长4.71米，车宽1.86米，车高1.71米，轴距在2.7米，四轮独立悬挂啊。谢谢月月啊。那月月假如说是我们同城的朋友呢，可以来我们门店试驾一下，体验一下我们10多个W 就能拿下的顶配车型在道路上开的一个推背感啊。那个乘坐它在一个这，你说话麦没打开，音乐座舱之内呢，是多么一个就是身心愉悦的事情啊。你在我卡壳的时候帮我接一下了，摄影师加鸡腿吗？是不是摄影师加鸡腿？那我们第二代什么时候送来？我饿。你那个没打开麦，打开麦。那我们是咋看不到人呢？这不是看到了吗？
看车子，觉得我们这个后备箱容量，我们的空间啊，我们第二代CR是75 plus 的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大，就是大啊。那同时呢，全系搭载爱信 8AT 的一个变速箱，那你认准爱信 8AT 这款变速箱，那我们就是居家啊，就是日常代步啊，空间又比较大，那我们就选择第二代CR75 plus 啊。咋不看人呢？姐姐你太可爱了啊！自在天下你好，应该是主要看人，不是，我们主要看车啊。我们这款车型啊，那现在首付呢只要2.9999W 啊，包上牌、包保险、包购置税。目前我们是有现车的啊，那我们1.5的中高配现车是比较多的，那还有2.0的尊贵型。大家要是对我们长安第二代CR75 Plus这款车型比较中意，哎，我们可以到店体验一下啊，先到先得，就不用等了啊。嗯，大家可以参与一下，积极参与一下我们的福袋，然后呢，大家可以给主播点点赞，点赞到3万赞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给那个大家才艺表演啊，可以从 D 档直接挂到 P 档，当然可以。我们在我们的中控，当然可以啊。对，我们是电子啊，电子换挡杆，直接从 D 档呢，就是摁一下 P 键，它直接就变成啊，它直接就挂到那个我们的驻车键上了啊。有试驾服务有啊，小新你是哪里的朋友？你是同城的朋友，我们还可以负责去接你啊。你可以点击下面风车留资，然后我们预约一下试驾。我试乘服务不就是试驾服务吗？有啊。一般我们试驾不都是他坐旁边，我们负责开吗？是这样的，不是？那我经常看那个蒋勇出去自己开车啊。他是换乘。哦，是。哦，是这样的，752代1.5豪华上路多少米？全下来差不多在14个 W 吧啊。那具体报价呢？我们点下面风车专业人员给大家报，哎，你把你那个麦打开呗，我觉得你和我互动一下可好了呢，就是咱俩还能聊聊天，完事那个我不懂的你还能给我解释一下。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福建美丽长安 4S 店的直播间啊！我的经理还不好意思说话，非常内敛的一个人啊。那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车型呢，下次叫蒋哥带我溜一圈啊！小新是那个我们的朋友吗？好的呢。随时回来，欢迎到我们的门店啊！我叫今晚就可以叫蒋哥带你溜一圈。对，今晚就可以带我，你大点声，我就不用重复了，大家能听到。我叫唐唐，